Hello QQ 音乐朋友们。Hello QQ 音乐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GNT 时代少年团。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小轩，你都没错。吃的多了，长高了，长高了。现在吃四顿，普遍四顿。不吃夜宵睡不着。对，是因为要增肥。我以前必须喝牛奶，可我现在不是必须喝了。这个这也可以，你说得过去。我发现夜晚有电吗？因为你刚说好多年停电，太低了。哦，是吗？对，是变声了是吗？是变声了，因为确实我们大家都有很大的变化。真有自信，我也很有自信。有姐姐有好处吗？姐姐有啥好处？天天打你。哦、是这样，三天提。生了小孩之后，你可以带。啊，对啊，你可以帮他带小孩。那我也天天带我妈妈。然后你没钱的时候可以找他要钱。对。然后他还会晚上等着你回去给他做饭。啊，他给你做饭。他也太惨了吧！他给你做饭。我姐姐，就没钱的时候可以找他要。对。然后还有就是每年，因为我姐在外面留学嘛。每年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给我带双鞋或者买些衣服回来、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真羡慕羡慕有的时候他会带你出去玩、嗯、对他们也出来这边有特别想要有姐姐这里有一个我想尝试一下那种感觉是什么感觉我想要哥哥或者姐姐姐你不是有六个哥哥吗我六个哥哥反正比我大六个哥哥六个哥哥吗六个哥哥对是是是我老是想去尝试一些没尝试过的我也是，我就是，谁不 是,、啊谁不是啊、还有我呢？你快，果然我们是要出道的。对。相遇的话，相遇，比较韵味比较深一点，就是你遇到某个人，可能是你的一个老师，你那个知己，或者是陪伴你一生的人，有这么一个转折点，然后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和之后的一个故事。遇见林之后啊，遇见我跟我想的一样，爱的深久，追寻着我的灵魂，爱在围绕旅程中，满人却我的灵魂。我最喜欢这句。我在你身后，当你的听众。嗯，对，可都挺喜欢的，反正不挑。我跟张震一样。张震是啥？张震是啥？遇见你之后，才能拯救。在遇见你以后的美好无需期待这句也挺不错的还行吧对张哥来说他做的哪儿都是 key part 对张哥你的标志性你的 wink 呢倒的时候右眼会 wink 一下既然被你发现我放弃 biu 哇月下一直没来得及看一直想看最近看，你经常听我哇，那个很绝，嘟嘟嘟，对，有在看说唱听我的，我学法宝的，法老老师的法宝，法宝，因为这大家都这么叫他，真的，我喜欢他跟那个红光，对合唱的那首歌，我喜欢何总那首歌，何总和艾斯那首歌，我喜欢摸动山邦，我也喜欢摸动山邦，这个我也比较摸动山邦，我也听说过了，摸动山邦。这样的，我在追一个人，小鸡、Don't say so much。他在追剧，我今天才啊，我知道他在看穿越火线，但是被质疑了嘛，最近不是，然后最近面临一个难关，他们还在跨呢。真的有好那种紧跟节奏，好吧？我看动漫蛮多的，还把《鬼灭之刃》的那个漫画看完了，但在等他那个剧场版。对，是确实，我很激动，很想看，我也想看。但是他的结局我已经知道了，不听，没听，不听。最后还会开新坑吗？等一段时间之后吧。之后新坑的话，海的儿子，我一定会选片段。画画的时候会有打扰你，就怎么处理它？我画画的时候，我一般我会躲得远远的，然后有些时候就是在自己的房间。对，之前不是跟马哥住在一起吗？马哥又不是很吵。但外面会有些声音，我就把门关了，然后或者让他们安静一点。那肯定就是孙轩的声音，对吧？啊？哎，我在二楼。住我旁边的吗？就是那一层楼的人吗？嗯，没有我啊。怎么可能啊？还是要收啊？你去投诉啊？投诉就这啊？投诉老板吗？日常对话。
习惯了，是挺习惯。对，是挺习惯的。你看我现在就在，他现在就在扰我，真爽。太舒服。你就没有亲身看一次反抗一下吗？没，他反抗过了。啊？哦，你有反抗过吗？你有反抗过？我说早青春期早过了吧？哦，青春期啊，他、哦、回答的跟你问的不一样。我已经十六岁了，我已经十六岁了。咋了？十六岁就没青春？十六岁就不青春？没有啊。有一点点，他现在我觉得就是他，你动不动说一句他就怼你，这确实挺看不过去的，就想捶他。挺叛逆。没有啊，你看嘛，就开始。主要是表情。陈木先站要紧张，你紧张你。怎么跳呀？冲头，冲头。怎么不知这三人让谁吗？我好嫩啊，好嫩啊！张震岳再说一句话，我是那个。现在看月升正要进高音。我当时提的要求是，我那个女孩的头发要有，12642根。一万根，秃头吗？10万多根。他们当时拍了好多照片，他要把头低下去。哎，这不是你们一直在那说的？谁呀、啊？谁说的？我不知道，他自己做的。啊，你舞蹈？我可没说啊，舞蹈我没经验。你说的吗？不知道，我也没说，我记得。我没说，反正你们就我们都没说。就是你们为什么？没有，没有。我跟他们三，我跟他俩拍的，他俩女装的时候，我你还是正常的装扮的时候跟他拍。这个太久了，这个我也会，差不多。就我看了两个人，没事，你只会跳了，只要上就行嘛。什么什么什么？小刚刚跳的好帅。啊！怎么一个都不会啊？我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啊？鸟迅啊！我绝对跳了五首。你先有，你先跳，五首。怎么回事？你没手么跳？听不懂，你这首什么 ？More and more， 不是，这还得 PA Monster， 真棒！哎，我也知道，那谁都不知道，你不是喜欢？知道。94110起来的吗？110几吧，110吗？我已经16岁了。94无限一 v 一啊，来吧，我一 v 一。对拳吗？对拳。来吧，你要把红包给我了。我要来。你来吧，他运气真好。你运气怎么和我一样好？你来。这什么？他运气肯定背。哦，我记得。这个不行。这个可以。我不会倒立，等会儿。没事，你就先对你预备机，不是这边。然后撑好啊，公布撑好啊。可以，挺厉害呀。我脸都红了，我这只小鸡在，你干嘛呀？左边没把你弄痛。他非有两张放一起，然后让我选的时候给我一次。文文，来吧，选吧，没叫文文啊，选吧，文文，你叫我文文，选吧，别人叫我文文，什么？就叫你文文，我真的是有够倒霉的。对，这个应该怎么穿的呀？快穿上，干嘛呀？没事，丁哥，丁哥快去吧。哎，你有红包啊？我心太崩了。我也想要红包，你给我一个。我有红包，我吃辣条。不是，以上三个是绿色吗？吃辣条。哦，有100块，你不请我吃辣条都。算了，不选红包了，太坑他了。地上这个可以吗？这是我们的站。后面还有哇，没事，起码我有红包。今天算一下，不请我们吃，真是。就100块，我请你们吃什么？我们要说啥呀？我笑得很开心啊！你要说啥呀？好嘞，谁？看得到？这还要拿？他跟以为录安
妈站近一点。妈妈扎奇，快拿上。马扎奇，马扎奇。那我们这个卡拿来干嘛？哎呦，吃吃吃。德哥说：“对啊，这个卡拿来干嘛呀？”我看看是我的音乐，但是我们是实在是。我说啥呀？明天我们的音乐会是在月。我有五个卡。什么卡？对啊，我只有五个。昨天发张微博吧，拍这个。五张，应该是。你有五张？我还好，我这个不行。八张，现在有七张。我不对，我四张。两张没了，没了。我没了。不是四张吗？对啊，我四张。你们不是只被扣两分吗？八张的，七张的。大家站好，站好。有六张吗？